Kathy， 今日咧想教大家咧勾呢款公仔嘅，希望咧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多啲 like 我哋嘅教学影片，支持我哋。而家开始勾帽嘅部分，环形起，勾第一行，将只勾针都喺呢个入针位入边，橋线拉翻出嚟，橋线拉个勾针上面一针，就系呢个入针位，勾六针短针，第一针，第二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六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篤入去起始位呢度。我哋斜緊線頭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搞開走第二行，七針鎖針動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嘅入針位。勾兩針短針，再下一個入針位，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組單元。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五組。第六組，六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篤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搞開走第三行，七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搞開走第二組單元。下一个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组单元。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五组。最后一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篤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橋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筆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搞开咗第四行，七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在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搞开咗第二组单元。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组单元。第三组、第四组。第五组、第六组，最后一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橋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筆。第四行勾好，我哋搞开走第五行，七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在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在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搞开走第二组单元，下三个针位勾三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组单元。第五行嘅最后两针勾好，将支勾针都有起始位呢度，橋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筆。第五行勾好，而家开始勾第六行，七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在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勾第一组完成单元，
下一个针位，我两针短针，下四个针位，我四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号，我哋教开咗第二组单元，下一个针位，我两针短针，下四个针位，我四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号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我六组完整单元。第六行的最后两针勾好，将只勾针都由起刺位呢度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六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第七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，我针短针，再下四个针位，我四针短针。再下一个入针位，勾两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二组单元，下五个针位，勾五针短针。喺下一个针位，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勾六组单元。第七行的最后两针勾好，将勾针上面的线拉长少少，留一段15cm 左右的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抽出来，将线头穿在缝衣针入边，从这个入针位穿入去，再穿回去这条线的出线位，同时穿入去呢一个入针位入边，扯紧，打一个结，收埋多余嘅线头，剪走多余嘅线头，帽顶部分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勾帽身。将只勾针从呢一个锁针位嘅中间督入去，将线摆勾针上边，翘线拉翻出嚟，翘线拉个勾针上面嘅一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再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再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喺锁针位嘅中间入针，一针对应一针，呢一行咧勾42针。第八行嘅最后两针勾好，将只勾针都有起刺位呢度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八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勾第九至第13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喺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针对应一针，每一行咧勾42针，再勾多五行。第13行的最后两针勾好，将只勾针都有起刺位呢度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笔。第13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第14行勾帽檐部分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再下五个针位勾五针短针。在下一个入针位，
欧两针短针，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就开咗第二组单元，下六个针位，勾六针短针。下一个针位，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组单元。第十四行嘅最后两针勾好，将支勾针都有起始位呢度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十四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走第十五行，收针锁针当起粒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再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而家开始勾第一组完整单元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下七个针位，勾七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咗第二组单元。下一个针位，勾两针短针。下七个针位，勾七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组完整单元。第十五行嘅最后两针勾好，将支勾针都有起始位呢度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公仔制作完成，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可以去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多谢大家收睇。